看看这样吧，用土鸡哦，这母鸡漂亮吧？一个大公鸡留哈，外面全是大公鸡，看到没有？哦，我哥家这鸡攒金，让这些鸡好好吃哦，他们吃好，我才有的吃嘛，是吧？这母鸡真漂亮，大公鸡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小马，今天到我表哥家来了，这是我表哥家的院子，就是我大姨的老大儿子。我大姨嘛，由于年龄大了，然后这个听力特别不好，然后呢。我小时候就在这个院子里面长大的，我们家那时候就是开餐厅的，然后每到寒暑假的时候，就特别忙的时候，没人去管我们的时候，就把我撂到我姨家。我姨家有三个儿子，也就是我两个哥哥一个弟弟，一个弟弟比我小1个月，就在这个老土房子，看到没有？我四个小孩就在这天天打呀、害呀、玩呀这样子的。这是老院子没有变啊，这是以前那种老羊圈，这是菜地，说是几个大公鸡，可以听到那个声音吧？哦，每次来这地方，这感觉真好哎，真的，好多回忆。我表哥现在干啥呢？就在连队里面干农机，自己种了60亩地吧。今天种的是只种苞谷跟啥，高粱吗？啥东西啊？还是打瓜？不知道啊。然后前面打电话叫过来吃鸡了，院子鸡熟了嘛？先炒个大盘鸡，咱们看尝尝啊。看我哥家这枣，家家户这个枣已经多到，你看红的已经开始，看到没有？特别特别多。我刚拔了一颗，确实好吃。我大营养和面了，我哥那边开始架炉子了。看，今天中午搞个大盘鸡吃。看农家院子红辣椒、辣皮子、枣，一树的枣。看结了多少这枣，那挂了半袋子。看，这是我哥的那个啥工具，还有几个。大的在那个里面维修呢，这是他们的骑行工具，小摩托。这是院子，这是巷道，这是六四团连队里面的情景啊，看到没有？我小时候就在这地方跑大的，这条路上跑大的。你又来上厨房了？又没有不转着玩去了？你不是在内蒙厨房做饭了吗？那个？三天在这房子住的。我哥给我们炒个大盘鸡哦。这是备的料，葱姜蒜跟辣皮子，这是面，柴火灶里面炒个鸡儿。农家土鸡简单啊、哦，就葱姜蒜那些，辣皮子一拦行了，盐吧，那个小花椒粉这样一炒，柴火炉子这样一架，土豆一放，哎，就这么简单啊，这就不出教程了啊，土鸡嘛。看我大姨娘的手工面，怎么样这面？大姨娘的镯子有点呛劲啊，大姨娘。土鸡出锅喽，大盘子，哦呦，羊肉要绵绵的，下面吃上才香啊！就是从这个手艺，面是娘揉好的，从这几斤面上从这个鸡，漂亮漂亮的很啊！把糖糖是拌上对的，羊肉绵绵的，卡住了，淡淡盐这个，尝尝去，可以啊，从没发现。可以，我头一次成功做了的饭，反正是，速度也麻利。哦，你早上我吃啥子我加个肉是啥？哪有去？我专门给你炒了个鸡大腿，你不吃，哪就要吃鸡大腿呢？就是吃一个。我就这2年可以，今年又种了西葫芦跟大瓜。你看情况大家不知道，价格说是可以是吧？这样，咱产量行不行？你产量也一般。产量今年，下回到你地里面去转转去。这么营养把肉吃啥？啊，葱葱的洋芋那么香吗？葱葱洋芋。葱葱洋芋香，绵绵的。这我哥。哎呦，我家一块不太大的吧。你把它挤成啥？行吗？啊，这也行。这好的。从这两天这个洋芋，这洋芋生意也做得好嘛，2块钱一公斤卖着，拉了一车。从头让你感染。对呀、啊，哇，虫子不用干了，虫子一院子挤的。虫子刚是吃的，你连吃带吃。嗯，那个腿，那个实在。这个腿烂啊！哦，这个腿跟我腿差不多吧？没人能干。你也接住。今天够了不？我隔天就知道，专门把鸡腿开个口子，过瘾鸡面。
嗯，这土豆厚的这种啊，土豆。嗯，你是几做的？嗯，还是没长大，没退休呢。那都好。哈，嗯，嗯。哎，可难了，怎么着的？难很。难很。这洋芋绵绵的香，从从现在本事大了，炒真炒的香很。嗯嗯。嗯嗯。这个就是炒没多少，炒这么点没多少，比较可以吧。再这么吃啊。嗯。鸡屁股还是香。今天在我哥家，就是完美的一天，搞个大喜酒。